Hello，大家好，我是宋基。Hello，大家好，我是日奇。今天呢，是我们专门的好日子啊，选的是早上7点到9点钟，要符合我们的生辰八字嘛。他爸爸是退休之后每天在看风水学的书，他老是把这个当牛奶喝。喝到有不心疼给他喝了，这激素太高了。真是服了呀！现在已经7点半，再过20分钟就8点了，还没见师傅的人影，我人都要气炸了。我们选这个时间选了一年，终于到了，要等着撞门了，千万千万别那啥。同学，啊？如果跟他们说我们撞门的时间是7点到8点，他们可能就来了。对呀、啊。因为给他那个区间的时间太大了，所以他就。11点来也无所谓。大清早的6点钟把小朋友给叫起来，原来是我们两个误会了具体时间。让高呀，他们是指这个门套套上去的时间。扶门就是把门扶起来装到门套里面，就算是开门了，就算是安装好。对呀、啊，所以师傅是没那么快到的，大概要8点半左右到。好大的工程啊！对呀、啊。哦，顺利，哇，好大的门。还可以。也太尴尬了，他直接问人家师傅什么时候给红包给你们了。这个是老人交代的，我想着时间要准确点好吧。人家还是问一下吧。这个只是你给个彩头的意思，而不是人家要你给的，你给不给人家都无所谓的。我刚刚跟真的尴尬的四室一厅都脚都抠出来了。我觉得还好吧，就是问清楚一点。再装一套房了。他在叫他妹妹了。怎么会有人这样啊？会问人家什么时候给你红包啊？就相当于小时候去人家拜年，小朋友问人家你什么时候给我红包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赶紧下去了。别让人家师傅在那里吐槽你太久了。我等一下带一包双喜宴上去，取个好彩头。等一下你给红包的时候，你不是说哎呀，师傅红包？你不急再说。我是没睡醒啊，还是懵逼状态。你不是没睡醒，你的个性就是这样的。质感还是蛮不错的。撞这个门大概要2-3个小时左右吧，套上去之后要灌浆啊之类的，踩起来才不会那么空，会结实很多。还好我提前溜的沙子应该是够的，溜了3袋半吧。下面搞定了，现在就剩上面这一块，挺费劲的，需要一点一点往里面怼，把里面那些边边角角全部给充实。而且弄好之后呢，至少有几天的时间是不能踩的，不然里面的门会空掉，以后踩下去就会有一个印子凹下去。
老板专门过来提醒啊，就是装好了这边之后千万不要用手敲。之前有一个他们的客户就是装完用手敲敲敲看一下没有填实，结果把里面给敲松了，关门的时候呢也很大力的关门，洗那个门的时候搞卫生的时候呢又拿洁厕巾来洗，整头门都报废掉没用了。都是一些注意事项，应该过个三五天吧再敲门，还有踩下面这块板子的话会安全一点，现在是不能踩。强强是那种鱼鱼会有那几乎老改老搞了哎呀弄弄啥就说那几乎老搞了弄弄啥上个面啊还有一个干嘛呀碳水行。这个是昨天刚种上的石菖蒲，等它生根发芽了。搞定了搞定了，装完之后沙子不够，我到楼下别的工地去打一点。看一下这个门的颜值咋样，还行，以后再换智能锁吧，感觉现在智能锁应该算是标配了，还带有摄像头。玉琴，你感觉大门装的咋样？觉得还可以吧，就不会拉垮掉就行了。我们的其实是仿的邻居的，他们的那个要15000多。他们那个是大品牌的。我们这个也是啊。不是，他那个是大品牌的一个就款式嘛、啊，但是我们这个品牌就没有嘛。对啊。没有那个款式，就是照着他们那个做的。今天国庆放假了，开始塞车了。真的没想到真的超级塞车的小县城里面也。我们这个山卡拉的地方竟然也能塞车塞成这样。对。嗯，有点服。放假了吗？都回家了。走，去买点菜，加餐。你个蛋糕是去买炒货的，第二红烧。太小了吗？不够亮。嗯。你说我爱中医，也有带红压盖中微锅。那种收缩折叠那种。这个亮度确实不太够。整个房间看起来就是这一片比较阴暗了，其他地方还是比较亮的。还有这条走廊，这条走廊还有这里还没有装嘛，也看不太出来。嗯，我的鱼缸还是蛮显效果的。小心一点哦，不要踩到哦。现在是过了有小半天吧，我看外面这里也适应了，但是里面的话应该没那么快，它通不了风，应该要晚个一两天时间。这柜子也还没安装好，这两天又是假期，估计没那么快了，要过了这个假期再装。我把外面的一些保护膜给撕掉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颜值怎么样。你的都行好吧，好大呀，真的好大。这些可以拆掉了。剩下要安装的东西也不太多了，总之今年过年一定可以住进来。走了走了，大半夜过来赶夜工，把我的这个小吊灯给装上去了。本来应该买一个跟这种同款的，我嫌弃太矮了，它可能会被这个东西给遮住。我种了一些石菖蒲，它的叶子最高可以长到这么高，那么它就需要一个更加高的灯，就买了这个植物补光灯，30瓦的，有时候感觉比我的60瓦的灯还要亮。喜欢上这种感觉没有？下面这个帘子换掉了。下面的帘子换的这个，刚刚坐上去好像有点像阿婆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了被子一样，不过还好。既然大家都不喜欢，那我们就把它换掉吧。好了，先这样。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拜拜。最后测试一下我们的感应光好不好用？嗯，可以，可以，可以。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哇，好灵敏啊！
你好，你好。握手手，来吧。他接触同龄人太少了，李行。出门太少，接触同龄人更少。